谢谢吴敏硕。好，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敏硕，你有没有觉得你隔壁这个人很厉害？蛮厉害的。蛮厉害啦！哎，我问你，我想敏浩，我先问你一件事情，就你唱到最后啊，歌唱完的时候，那个表情很没落的那个感觉，是在表现什么？想，我也不知道。其实我知道，单纯是因为感冒，有点累。真的吗？哦，因为我觉得那个。敏浩唱这首歌一开始那种轻轻轻轻的唱太迷人了，就把一个人在人生的公路上的那个很孤单的很孤独的但还是要很拼命的认真去生活的感觉，哇，真的唱得太感人了。然后一到副歌那个力量一展现出来，那个张力一点都没有感冒的感觉，很厉害。谢谢你们两位哦，你们两个不管谁输给谁哦都会觉得很骄傲，因为对手真的很强。哈哈，敏硕老师好。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你在硬撑，因为你今天可能身体很不舒服，然后你很累，对不对？但是你虽然你今天还是很有鼻塞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拼斗的精神，那个很 man 的感觉都还是在。好，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你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那我真的希望你赶快好起来好不好？要看到你平常那样蹦蹦跳跳的感觉。OK， 加油。谢谢老师。